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终于有机会给我讲话了。今天我拍这个 vlog 呢，是要记录我要从 Penang 到 KL 出差啦。为什么我现在才有时间录音？因为我们一到 KL 的时候就被叫回去公司了啦。我现在躺着的这个房间呢，就是我们的上司准备给我们的。我们的上司，我们也会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，就是说在这出差的一个星期内，我们要跟他们一起住。然后我刚洗完澡，然后躺在床上，我才发现我的 vlog 第一天的 vlog 才录了一点点的 footage， 所以现在就趁休息时间就补偿回一下下，再解释一点点为什么我会来 KL。今天的 video 大致上就这样了，晚安。真的很兴奋，因为明天就是我们公司的 event 啦，忙了那么久，终于到了那一天，可以好好休息了。现在是晚上11:30，不知道，总之很夜就对了。然后刚回到住宿，然后在等厕所洗澡，洗完澡过后就好好迎接明天的到来啦。我们加油！终于到时间回Penang了，好开心 ！Happy birthday to me， 小花生日快乐！可以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机场，小可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哈米亚小胖第一次坐飞机哦。Hello， 我们在飞。怎么？我们在飞机上了，40分钟后见，是吗？嗯。飞机 delay 了，这样快？再盖，再盖，再盖。